成熟之美跟青春之美。完蛋，完蛋，对对对，真的，我们到哪儿都有他这么喜欢他的这些观众跟随的。刚才说了一句话你没听见，他说看完电影以后成绩很低了。对，我是也帅，他很高兴，真棒，他欺负你也很大。谢谢。洪导演下部电影有没有吴亦凡？一定要，他现在太贵了，请不起。有没有电影戏份要再多一点？特帅一下。董刚老师的电影还谈这个干嘛？太俗气了。那好了，接下来环节是对我们吴亦凡的提问。我问问那个跟那个后面那个男，这个男生，我非常非常喜欢吴亦凡，吴亦凡是我男神。谢谢你。好了，心情表达完毕之后，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吴亦凡在有一个地方到现在这本电影演技上有很大的突破。我想问一下凡凡，你自己对自己有什么觉得自己进步？谢谢。我觉得那个确实，我感觉自己在这个朝自己的目标在靠近，然后一步一步的跟这些这么好的前辈老师啊，关虎导演、小刚老师一起学到了很多啊，所以觉得《老炮》这部电影让我成长了很多，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平台，特别好的机会。小飞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像一份礼物一样，我很珍惜这一切。谢谢。谢谢吴亦凡。谢谢你。那好的，接下来呢，还是进入我们的互动环节，大家可以自由提问了。那么有哪位想问？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敢做这个决定。那我们最近的这一位吧，啊，